熊他感冒了，咱们半年没涨粉了，让我们搞点事情，就用阿奇的 logo 图像先印个50件，看看效果。搞定，3天后。不安检好了，怎么作者自拍呀、啊？真恶心。阿奇 logo 50件。来，咱们下一个，这给作者默哀去吧。本次消费30万元，这次的费用你们自己承担哦。从生死路上看，这个人实在还未到，却在寻短见，还是个度娘之才。为了业绩，这一定要救下来。赞美派啊！是偏了，偏了，偏了，又偏了。啊、不要！你说啥？我好吧，我把你变回人类。为啥我身份不知道人待见呢？我得挽回一下友谊了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俺今年去个市场啊！大家随便吃啊，别客气。那我们就给你钱钱了。啊！不要。